真正这样生气哦！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安怎做哦，你才去原谅我啦？雪莉，你是安怎啦？够好心哦！祖山，祖山，你叫我，你不是已经回好好的啦？你赶紧叫我，我即马就痛苦的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你救我好无？ 雪莉，你听我讲，我今晚无得救你，阿伯呢？我带你去找仙姑来。哈哈哈！哈，袂好啊！今仔不是你死，就是你上来，怎么样死？啊！我你的罪名吧？啊！你是梦到啥？ 你即马是看到鬼哦！正常的查甫人看到我拢足假的，请问你这是什么反应啊？你讲真正是雪莉？哎，你是困醒的啦？你想讲你安尼迟到，唔知你是不是破病出代志？我专工走来才看你的呢，我真正有咧气死啊！哦，不，郑正。 恁若发到，伫别位房间啊！我就甲恁客伯讲，我是恁女朋友，伊就互我入来啊！拜托，恁若乌白讲啊！阮客伯了做真实了，死给奉上啊！你是有差哦，你是减一块吧？是讲，你讲真正无破病，你雄雄反常，困到毋知影人，看到我阁惊到安尼。 我去梦到你啊！你梦到我，无啊？你梦到我，我惊到安尼。你刚才你即摆讲的话，对我来讲足实的呢。啊是，你去梦到什么春天的梦，唔敢讲出来，咱只结果。莫胡白想啦！我去梦到你有鬼卡到了。 啊，毋过我阁无法力甲你保护，你会惊到雄风刺过来。哦，你嘛较拜托诶，但是即拢已经解决了呢，你啊，你这里段是要创啥啦？啊，无法力又搁安怎？即个世界上无法力诶，才是正常人啊。若无你要遮正常人安怎？为出事惊吓到死哦。我袂当安尼讲，我自细就伫庙内底替太祖公办事，我已经惯势，我有法力啊啦。 而且我嘛敢面对无形的力量啊，即马啥物拢无啊，我当然敢足解药的啊。欸，我来讲，仙姑讲我体质敏感，是一个做仙姑的练武奇才。伊阁讲啊，若是我真正有兴趣哦，会当拜伊做师傅。你若真正遮尔要紧，好啦，我考虑一下啦，啊去试看卖下啦。 无得靠，到最后是你咧化救命，我咧保护你。我若感觉你咧甲我考试啊，即马就毋是你救我，还是我救你的问题。过去哦，大家做梦就是心里有代志要甲我提醒啊。我就咧想，啥物代志要发生啊？所以咧，母娘甲我法力收到转去，哎，我伫红顶修行。啊，经过爱你的代志，我本来掠准讲。 我的法力应该完全恢复啊，啊，不过无啊，我就感觉就不安慰啊。哎呦，这些时阵哦，代志拢是替人想出来的，你得卖想遮济啊。免得啦，这代志哦，我会母好清楚，我才得安心啦、啊。